这个是烘焙麦片，它的口感是那种很香很脆的，所以我比较喜欢等第二天的时候，就是要吃的时候再放。它这个里面除了麦片，还有巧克力和坚果，吃起来超级香，直接吃也很好吃。嗨，大家早上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早饭，然后这里泡了一杯冰美式，我准备再加一点这个酱，这个酱真的特别绝，它里面有腰果、抹茶、椰子，就是我超爱的三要素都有，直接加一点在这个最上面。真的超级好吃，热天的时候把它当早餐，感觉吃完一整天都神清气爽了。对，一些都不行。